咱们共民有力量，民就抗啊！点炭的活永远是浩哥。修个甲呗，修没甲呢？修个脚。你这直接给人剁掉了，这咋是没甲？咱得两嘴下锅啊！两嘴下锅呗。炒一下，炒一下，把这个鸡脯炒一下，拿水打一下。打鸡丝，这都到按银头买的。鸡炒好了，然后捞出来用凉水啊，再洗一洗，把沫子洗干净一点。我们先放入八角、香叶、姜、干辣椒节、大葱，泡个锅啊，豆瓣酱，还有我们家乡的大酱啊，炒出红油，香，什么都是狠头的。玩一玩就咬耳。那个老铁们，你们要是像我这么多，你也得多放调料。要是少数的话，就不用放入这么多八角。有你废话，人家自己不会掌握量啊。下入什么来的？忘情水啊。刘德华的。我就感觉这个名啊，有点土，太土。来点蚝油啊。酱油、料酒。海盐，100粒就行啊。白糖，这好了呗？好了，准备出锅。哎呦我，这色香味儿啊，烫瘦一些就没就好。好了，熄火，加上烫。哎呦，我们降低火啊，出锅了。明天换大嫂。我们今天再来一个细之鲜的啊，外面炭火已经升上了。我们的炭火细之鲜的啊，好了，上菜。哎呦，端进来了啊，我们看看怎么样啊。嘎子挺专业。哎呦，这香味扑面而来，是鲜亮。哎呦，这鲜亮啊，鲜亮。开饭了啊，家人们。接着啊，这酒挺费呀、啊。刚才腌烧夹子还用了能有4两，咱和烧夹喝的都一样的。嗯，你这怎么还留两个？嗯，玩，回家玩。来敬老铁一杯吧。来呗。大家好，我们是80后话匣子，我叫大浩，我是小雨，我是老虎。那个这么长时间呢，老铁持续的支持，持续的鼓励，我们感到很高兴。完，我们会继续的加油，希望老铁们多多的支持我们，谢谢。哎呀，开动啊！哎，大鸡翅，大鸡翅，这也不打仗，一人一个。哇！哎呦我的妈！我让老铁们看一看，这火候正好吧？哈哈哈，脱骨了啊！哎呀！真是给小浩倒酒，小浩受宠若惊啊！我以为你受惊过度呢。刚昨天消费了。你自己怎么事儿？呀，我都不喝，这不治脚的怎么事儿？脑子缺包。嗯。不行，我天太热了，不能喝了。属实。放点来啤的，全程啤酒。这两天那个温度太高，尤其白天啊，开个车都烤的嘛。有意思。鸡翅蛮小了啊，脱骨，是蛮小的鸡翅。这能不能歇点气儿？这一个接一个干鸡腱呢，你说有点噎着了。来来来。刺口肉，刺什么肉？哎，得劲儿！风味整的这不错呀，这个味道。嗯，说真的，真挺好。这脱骨的火候正好。不错，放点辣椒，你就说多放点儿。
你的嘴巴了，我都放多放点了。我现在行了。哎呀，找到你解一下就完了呗。还有酒呢。哎呦，哎呦，舒服，美在这儿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，那吃的。哎，他是真厉害。不是我，你也挺厉害。我就想采访采访你俩，就是吃这玩意儿，那吃大葱大蒜好吃吗？这个蒜啊还可以，这葱我吃不了，吃不好。你哈、啊。体验不到这其中这个快乐，这个快乐，他永远感受不到。我坐着走了得了，生气。你说你感受感受。那个，明天你俩别买钱啊。那吃点鸡块都吃饱了，谁一天那么扛了？废话，你剩没剩就完了。你说这有什么用？你要不买那些，不就不吃这些了吗？对对对对，好。他一天怎么话这么多了？话可密了。怎么？闹分手呢？最近电勺都费劲。要不你明天换勺啊？再磨有条把你吃了。不会，我们俩总收拾。你们有四五个勺，又换又换是吧？太满了。你要不行啊，别喝了。还啥酒？怎么活儿要起义啊？瞅你咋不顺眼呢？那会儿。别喝不下去了，太多了这把。那我就让你少买点菜呗。不管我们买多少，你就照样做。别逼他，就按照你的水平做。我把这吃人吃了，家人们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就这还吃呢啊，废物，大葱也没了，啥也不是。你也想把这个大葱啊，尖叫了啊，我太难了。